单字，请帮我翻到第，翻到了，我们直接从第四课开始，从第四页开始。第四课，第四页。来，第一个，这你应该会念吧？来，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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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给我，我看，扣一。好，另外一种呢？扣。而且没有办法先来，你们看一下第一
点哦，他说，地点后面的例子 ，You may come in， 这个 may 是不是你可以进来，对不对？有跟到吗？跟上哦。然后他说 may 也可以是推测，所以如果是推测的话，就是可能的意思嘛。所以我说的这个可能，他可以造句说 ，He may be a cook， 他可能是一位厨师。到目前为止，跟 can 的用法都可以互相对调，但是。请看到下面第一二三四第四个点点，蓝色点点有没有？可以常can 常当会或能，表示一种能力，超能力，超能力。来先照一下，他会游泳，来钟胜照给我，他会游泳，走吧。好。他会游泳，照给我。一。Can。我讲出来了，讨厌。他会游泳 ，he。He can, can swim. Swimming. He can swim 还是 swimming? Swimming. Swimming. 记得 can 是助动词，助动词后面要加原形哦。OK。好 ，he can swim 表示他有游泳的这个能力嘛？能力。那你看哦。只有 can 可以包括有能力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把改成 he may swim， 就没有他会游泳的意思哦。他你把 may 可以游泳，对对对，就会变成他可以游泳，或者他可能游泳，听得懂吗？听得懂吗 ？may 跟 can 可以放在一起吗 ？may 跟 can 可以不行 ，may 跟 can 不可以放在一起。may 跟 can 除了在他会做什么的时候可以，不能互相对调，其他都可以。来，你们看一下下面例子就可以知道，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吗？来，试试看。不可以。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吗？不行，不行，我们是，你是老师，我们同学当不成朋友。谁说老师跟人问都没有？都算假的。真的。小气。谁在录影呢？啊，等下你威胁我。录影中。嗯。来，下一个。表情微笑。练习一，快点。练习二，第一题快点。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吗？我可以。所以 ，may 跟 can 是不是都有可以的意思？所以这里可以第一个可以填 may， 也可以填 can。OK， 写完之后 ，may 或 can 填上去，然后当你的朋友吗？做你的朋友吗 ？Can I be your friend？ 或是 May I？Be your friend。老师，你说他可能可以的吧？可能可以，不能不行。不能不行。我可能做。他可能可以吗？不可能做没有。他可能。妹妹。妹妹。但是有这样子的用法，因为妹跟 can 不能放在一起，懂吗？妹 can， 所以他们可能会用那妹跟别的意思去表达这一句，可是。重点是妹跟 Ken 都不能放在一起的。哦，妹妹。好啦，写完了吗？来第二句，我今天下午可能不在家。太好了。来，可能不会一样。Hi。来 ，Ken， 可能不会用 Ken 怎么办？用 Can not， 对不对？那妹一样，没 not。所以我可能不在家 ，I may not。Be at home， 为什么在家？我都要 be， 就是我待在我在家的这个在啊，听得懂吗 ？be 就是我在家的这个在哦，或是上面 can I be your friend 的那个当。意识到哦。慢点动，他们现在。好，来第三题，他们现在可以走了。走个安详。乱讲。听到没？他们现在可以走了，怎么办 ？They can go。哎，他们可以走了，所以你可以用 they can go， can go， 或是可以一样哦，可以。所以可以接 may 也可以。They may go now 或 they can go now 都可以的。你们可以走了。没错。安全路上。要互相扶持。杨东升，你啊不错，周思涵，写完了，写完了，我真的写完了。大家都认识杨东升啊，周思涵的。好啦，下面第三题，第三个回来了，回魂了。
续。来，那 say 呢？ say 是说什么东西？听懂吗？来，比如说我说 say goodbye。对， say goodbye 就是说再见，再会了。那 sorry， 我可不可以用 say 加上语言来说英文？可以啊。不行哦，不行哦，只有 speak 可以加语言，只有 speak 可以加语言。来重复一次，只有 speak 可以加语言。OK。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与某人说话，这个你们学过，只是复习。来，跟某人说话 ，talk to。某人或 talk with 某个人，那跟老师说话怎么办？ talk to teacher。 teacher 对不对？啊，老师，你说大象怎么叫要哪一个？大象怎么叫 say 啊？大象不会说话，来，我们这里的说话是让它有内容的哦。大象说话，老师他是说什么叫，不是什么说话。大象怎么叫？叫声啊。大象怎么叫？用嘴叫。我的，你说大象怎么叫吗？我的 elephant say， 我的 elephant say， 因为狐狸叫是我的 fox say， 这样不然就跑了嘛。来，我知道怎么解释。来，如果大象要用拟人法的话，故事书里面说，然后那头大象就说了你好，那你可以说，那是 elephant say。懂吗？你好 ，says 是因为第三人称最佳形式，基本上 say 懂吗？如果你用拟人法的话，用 say， 你变拟人法，不用拟人法，这个我要想一下。因为老虎的话是用 roar， what the fuck， 就是嘶吼的意思 ，roar 的意思啊？你都没有感觉了 ？what the fuck， 这个我要去查查看的，因为我一直想说查的小狗哎，啊狗哎。小狗用 bark， 好吗？他们有不一样的叫法。哎，因为我可以说他在说什么，不是吗？鹦鹉，哎，那个是拟人法。哎，好了，回来了，离题了。离题了，回来。可以看到第三练习生，他说他不会说中文。那我中间这个重点 ，She can't 什么传译？没有啊 ，speak。She can't speak Chinese。巧。说话那个老师。他不会说中文，我说过，中间接的是语言，要用 speak。来，第二题，他说 Joe 正在对他妈妈说晚安。Joe is saying 很好。什么 saying？ saying 是什么？问你 speak。Speak。Speak 只有后面加语言的时候用。怎样用？Joe is saying goodnight to his mom。 老师为什么这里要加 say 要加 ing 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正在跳，因为现在进行式他写 Joe 一撇 s， Joe 表示 Joe 意思嘛。好了，第三题，我们可以谈谈那件事吗？来谈什么说什么，用 talk about。 talk about。所以 ，Can we talk about that？ 来写完之后，请帮我回头画一下第四页最下面 speak 的那个方块，帮我画一下。Say 跟 talk 比较 ，Say 加出话的内容表示说了什么 ，Talk to 还有 talk with 的家人表示和谁说话 ，Talk about 表示谈谈。谈谈某件事，侃侃而谈 ，OK 吗？谈，画完了吗？画完了吗？不过，啊？没事没事。啊，中学不完。哎，也差着放下了，我在上课。放下你手上的事。来 ，Sure。Sure.
你可以唱一首歌给我听吗？加入一场比赛，加入一个社团怎么办？
玩笑的意思，心机。来，我来。心机合作。